往年我们办了个培训班，期限是3个月到4个月，培训了3届，有60、60、70个同学，也不错。现在也有不少在各地方啊讲经说法。我们感到培训的时间太短了，所以这一次他告诉我，他想办佛学院。休学期间呢，7年，那这个出乎我意料之外。一般佛学院是3年到4年，他办7年。来跟我商量，我说很好，很难得。向新加坡政府注册立案，这个佛学院将来正式的大学，新加坡政府承认。这个7年的学程，第一年是预科，预备班，我们招收的条件，高中毕业，或者是佛学院毕业，所以这个学校啊，它跟大学是一样的，将来发的毕业证书就是大学毕业证书，正科班3年，研究班3年，所以总共7年。